救护人员冲到火车上，一名医师正帮老翁 CPR。 脖子上挂听诊器，在狭窄的走道上急救。他是慈济仁医会中医师吴森，和志工林秀娟要到花莲，刚好跟昏倒的罗姓老翁同一班列车。他就先拍了我肩膀这边，然后他就说：“小姐，小姐。”然后他后面讲话我没有听清楚，所以我就靠近他看，他说：“哈，你说什么讲？”我说：“哈。”然后他就有点抽搐，脉搏已经完全没有脉搏，哎。 心跳呼吸完全停止，脸色很苍白，哦，说那个指甲都发黑了。但是我们做医生的本责就是一定要急救，不管他怎么样，所以我们就开始一直做 CPR。 74岁的吴医师帮忙移动老翁到车厢外，在月台上仍继续抢救生命，直到火车要开，才由救护人员接手。 罗姓老翁前阵子心脏装支架，今天正好要回诊，没想到路途上昏迷，送医后人不治。我们是真的很遗憾，没有把他救起来。但我在想，他不知道经过多久了。如果是说马上发现的话，可能机会很大，因为我们是在第二车，第十二车他是在第四车。行医40年的吴医师，这是第二次在火车上救人。尽管难过这回没把老翁救回，不过他的不放弃、拼命举动令人感动。大爱新闻屏东花莲综合报道。